招过来，啊，你哪会拢愈来愈老？哦，即吼表示吼，咱的社区的即个啊长照据点做了真成功哦。咱长辈吼，逐工伫遮学了拢真欢喜、真快乐。啊，即就是咱即摆县政府认真伫咧做的吼。咱即摆咧希望讲每一个社区拢有即个据点，有法度互咱长辈在地受到最好的在照顾、在地安养吼。啊，我看吼，咱长辈93岁啊，看起来像阮少年，迄精神比咱少年家搁较好。无怪谁搁甲咱头拄标迄个长辈阿哥咧即个。啊，而且我嘛爱感谢咱的燕光施工会、甲咱的燕光生工会吼，甲咱所有即、這个啊。理事长吼，作用是啥物哦？咱逐年拢有即个万人借钱哦。那即一届真诶感谢啦吼，咱诶即个啊理事长伊带领着所有诶业光师哦，逐场啦拢来甲咱斗相共吼。啊，咱拢知哦，家有一老如有一宝。啊，咱要安怎互咱长辈哦，啊健康搁爱快乐吼，即个足重要吼。啊，所以人讲哦，目睭啊清哦，生活是光明诶，对无？啊，你啊落落啊暗暗，你着。人生就变乌白，你就无想要出门，啊，甚至有诶牛仔看做菜鸡，啊是讲惊冻着，伊迄个就危险诶，也毋是咱中辈袂使受伤，袂使跌倒诶吼。那所以说，我们要谢谢我们燕光师工会、燕光师工会这段期间来配合着咱50外诶即个燕光师吼，啊，出来到社区吼，甲咱诶中辈做即个检查。今年已经即场进程已经做62年啊。有将近17,700外长辈拢受到这个啊检验过，啊你啊若有问题，伊拢去家己转介到医院吼。因为咱的长辈常常感觉讲啊，我这个退化，啊看无真详细，袂要紧，我是退化，事实上可能就是有黄斑病变，还是讲视网膜有什么问题哦。啊，经过咱的验光师甲咱看了，转互咱的眼科医生，安尼你的目睭哦就愈来愈金啦吼，啊安尼生活就愈来愈快乐。婆婆先搁甲伊谢谢一下好无？做70场哦，明年还是要做80场啦吼，上好啦吼，哦，啊透过安尼哦，互咱的长辈吼，目睭拢斯普林来光光光啦吼，啊，才有法度快乐生活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好。即届吼，结合咱验光师和验光师的团队吼，啊，向来四季点检查咱的长辈的视力吼，而且阮检查的时候有发现，咱的长辈视力无好吼。伊动作是正常诶，其实伫检查了后，感觉伊是有故障诶吼。啊，咱若检查有故障诶时阵，咱会转诊吼，咱会甲科医生进一步诶来治疗。啊，治疗了，若较好，咱希望讲吼，伊治疗过，重见光明吼，伊诶目睭会变较好，啊，生活较安全、较健康吼。接下来咱来迄个介绍，咱目睭吼，咱即个检查咱诶视力吼。检查视力，所有的仪器，甲各位贵宾吼介绍一下。咱有电脑验光机，电脑验光机就是咧检查你的近视、远视、散光吼，伊会初步来检查出来。过来就是咱来看这个视力表，看你的度数，看到底有够无够。过来就是这个色盲本，看你的色盲的问题。过来就是这个立体式，互你行路啥的吼，迄立体感较好。过来。镜片验度仪，就是讲看你诶旧诶度数，甲你新诶度数有差别无？有无共款吼？即个阿姆斯勒方格表检查非常诶重要。咱即个下乡检查吼，总共检查62遍，62场次，有1700个长辈吼检查过吼，有袂少是用这检查出来，咱转诊吼医生吼，伊诶视网膜病变、黄斑部病变吼，即种检查出来。啊，搁过来就是讲，咱的迄个调整工具，因若有挂物件来，全部的是挂条件详细，啊，过来，咱要咱介绍吼，要甲咱的长辈介绍就讲，咱洗目镜有4个步骤。目镜清洗吼，4个步骤吼，第一，用迄个清洁剂吼，来洗牙。第二，用漆来润润；第三，用迄个水甲冲清气；第四，爱用银纸去落打。来就是讲，咱平常时咧保护目睭吼，爱注意一个口号吼，叫做护眼333。
三阅读三十分钟，跳棍三分钟，看远至少三公尺以上。再过来就是呼吁大家吼，配目镜吼，严讲配镜爱有三有，有正、有素、有专业。有正就是讲严讲人员爱有这个证件，也一定要有职业执照吼。再过来爱你严讲配镜爱有合格严讲素，过来有专业的合格严讲仪器。最后咱伫遮非常感谢吼。咱风管店和咱电机厂吼，和咱卫生局的同仁吼，提供阮阳光书团队有这个机会来咱的中会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啊，搁是内底吼，特别各位是内底所有的上年长的。